我们其实同意黄单来举证，对，同意放宽标准，黄单不能标。见证大名八号凌晨陆续有华航机师在北中南矫正点缴出机师检定证，支持工会罢工。也来响应吧。交出这一张就代表交出飞机驾照，不到24小时，从松基、桃机到小港机场搜集机师检定证，累积突破200张，这也代表影响航班数目。我们一个航班基础上是两个飞行员要飞行，但是是缺一不可的。那我们甚至有些长程的航班是三个人，目前我们公司派遣3个人的飞行也是一样缺一不可的。如果以这样子极大化的来算的话，至少可以影响到200个航班。工会狂收检定证，更指控华航开出价码，飞一趟补贴30000，找机师上班。华航表示，因应航班调度，确实提供额外执勤奖金，但金额并非外传数字。找不到人的情况之下，他可能也寄出了就是找这个受训中的学员。不过在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状况之下，休息不足的状况之下，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情况之下，那这个危险的系数是事实上是会受到影响的。工会华航脚力抢人，受冲击航班超过3天，2月9号到11号出发加回程，桃机、小港以及外站共有18个航班被迫取消。如果以华航每月营收稳定在130到150亿来说，法人估计光是2月营收至少减少10亿元。劳资脚力战打得猛烈，却恐怕两方皆伤。三立新闻许志雄、吴雅婷 SNG 小组综合报道。